大家好，我是无碍级500周业预测。今天是7月1号，今天我们来预测一下7月份的纳斯达克指数。这是前两天摇的，这三弦啊，四摇六摇动，五月戊申日，问的是七月份的纳斯达克指数。那么六月份的纳斯达克指数，我预测的是下跌，它最终是上涨，应该说预测的不够准确。那么看看这个月怎么样，它目前的价格是14500。这是它目前的价格啊，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的价格。请看第一条，当前的高价格会在七月上旬开始逐渐的慢慢的下跌，可能会下跌的速度比较慢，最终会在下个月更趋于合理，更趋于理性。这是我解读的第一条啊。第二条，其中中介机构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有空头吹风的消息散布。就这个卦象而言，空头一定会来，下跌也一定会来，只不过是比较缓慢，会下跌，这个月会下跌500点左右，我以为会下跌的比较缓慢，特别是在上旬以后，现在是1号，可能在10天以后或者在一个礼拜以后，它下跌的比较缓慢，慢慢的下跌，这个月会下跌500点左右，特别是2号、2号、5号、14号、23号、26号和29号，这6天可能会下跌的比较明显。总的趋势，七月份应该是以下跌为主，七月份是以下跌为主。2号、5号、14号、23号、26号、29号，这6天可能会下跌的比较明显。这天，每天这6天参考为主啊，最主要是给你参考为用的啊。
就这个卦象，七月份应该是以下跌为主啊，因为更多的中介机构会参与散布空头的这种消息啊，下跌的这样的不利的消息，所以我以为七月份以下跌为主。关于这个七月份的纳斯达克指数的走向，我就讲解到这里啊，谢谢。